日前，林青霞在接受采访时分享花了六个月瘦身11公斤的心得。林青霞露面仍旧还是展现巨星的风采，而且高雅的气质仍旧保持得十分好。林青霞的眉宇之间有一种淡然的优雅状态。看到姐姐如今这样子的生活状态，很多粉丝们表示她瘦身真的很成功。在节目之中的林青霞表示，自己花了半年的时间瘦身22斤，虽然速度并不快，但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在女人永远追求美这件事，林青霞曾认为过了60岁还要以美貌上热搜，感觉也是挺辛苦一件事。现在的她活得越来越自在，仍担心老去了那天到来。她十分豁达，老不老，美不美丽，我自己完全不在乎。我认为这是人生的一部分，没什么好怕的，这是自然定律，你不接受也得接受，否则自找苦吃。反而是我的朋友和影迷们比较在意这个问题。